My mom suddenly randomly 她就跟我讲，哎，你是不是 gay 啊？你要小心，人家有家有老婆有孩子的。啊、okay. 他就 text 我、啊、他跟我讲他有一个 job 要找模特，骗人的，他就叫我出去吃早餐，好方便人嘞，好方便，报警以后，欢迎回来这一集的你 OK 吗？今天我们请到新加坡的 favorite couple Bert and Lulu， 我会被骂了，我们讲就是了啊，我被骂不用紧，我那个一直会障碍原来我们要介绍一下他们，他们在 TikTok 哦，西北西北西北红哎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吗？对，他们的 following 是国际的，不像我们，我们是一个种。我们今天来了解谁是 Bert and Lulu， 哎，为什么他们开始做他们的那种情侣的影片 ？How boys should understand girls. Lulu, do you want some prawns? No, I don't like prawns. Warning: don't like prawns equals don't like prawns with shell. Lulu, do you want prawns?Yes, I love prawns. Yeah, I think 很多人就是从你们的 TikTok 认识你们， yeah， 对不对？ But 他们有可能不懂你们私底下是怎样，因为这是你们的第一个访谈节目。这是我们人生以来我们两个一起上的第一个 talk show。哎，荣幸。来吧，来讲一下哦，你们除了做 content 是你们的全职工作吗？ Yeah. 不是 ，content 不是我们全职工作。所以我自己，我是一个音乐制作人啊，来，我做 music 的。嗯，所以他是我的门多。好的。Good client 呢 ？Good client 啊，没有啦。所以我主要的东西都是做啊、国外的 ，like 中国。会有你们看到的 case study， 我跟你讲，哎，讲一下，忘记了。Yeah, 全部躲开了。Spider-Man 啊，里面的什么歌？怎么忘记？那首歌是 Better for Glory 啊 ，PUBG I think。Then Spider-Man 是鹿晗唱的。啊 ，OK， 认我就认识啊。还有对个什么 ？PUBG 华晨宇。华晨宇。华晨宇。还有对个是盖啦 ，Transformers 是盖。哦，盖。他们完全不知道是谁。The China version of the movie。China theme song。啊。什么是盖？Rapper, Rapper, Then 我还有 tax， 因为我是国外人，外国人嘛，所以 20% tax 我扣到来，我拿回家不50多块，因为我录整天，我每天录，每天上，每天娱乐百分百我也上过。So 那个时候真的没有钱赚嘛，那我去 join 一个网红公司咯，刚好他们是公司里面最红的，叫那对夫妻，然后我就很幸运的写了那首歌。then 就吧，就去那首歌很红，那首歌，而且他一直带他上他的 video， yeah, 一直出在他的视频， yeah, 因为我跟他们好，每天跟他们在一起，嗯，也了解他们的生活嘛。就是哇，那个时候我是 change。那首歌叫妮妮对吗？那首歌叫妮妮。嗯，你们可以一下可以去听听看。妮妮，不是，但是你是新加坡人是吧？新加坡人，我新加坡人。但是你是往。那时候我住在台北哦 ，for 4 years， then after 我搬去北京。哦。哇 ，so why 为什么啊 ？So say Singapore's industry is very small， 那很难啊，我觉得我们现在那种新人要出来做音乐，哇，很惨，真的是很惨。我们也是 officially 合作过。Yeah， 说 BB 奶奶。啊，那个叫啥写的？不是我写的，那首歌是 Barbie， 我们去买 license， then 他是那个 ambassador 吗？那个是我，所以每一个小 B 的歌 right 都是出自他的手。我也是没有写的，因为那个里面是小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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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上制作，要写的。所以有人写的，那个奶奶是谁决定的？奶奶呀，小 BB 奶奶，你是我上去，你看我们很多雷啊，我们很多 approval process。说那个 Cristiano Ronaldo 人是？不是，那个我 Cristiano Ronaldo 之后是我。来，我们来聊一下卢本身是做什么的？我是模特经纪人。那边是你管模特？嗯。要不要签呢？他以前也是模特。可是有人塞他。好吧，我有人塞我的。OK。以前啊，有瘦先，哎、欸，那你可以帮我吧？他每一个你先甩都知道，不然我做这个模仿都没有pay的。你们上报纸哎、欸，上报纸，我经常上报纸的哇。哦，人是哦，那个 classify， 我最开始反正是，我老实讲，我看他们的 content 时候，我不是看了很多新加坡人的 content， but 我很 curious 他的 mother 的家，对，哇，那个。
你没看过妈妈的家吗？我到现在啊，我都还没有走完她的家。啊，嗯，真的很大。我起初以为是新加坡，不是对？No, 那新加坡不是新加坡。她的家真的是很美，真的是很美。把那个 particular video， 你叫他们妈妈配合的吗？真的发生过了。但那个妈妈在那一摸一摸这样，没有，我叫她妍娜，我叫她妍娜，那发生过，真的发生过了。她有不开心，可是没有那么夸张的。然后我们叫她演夸张一点。哇，哇，你妈的是没配合。她有自己的什么偶包的，那个video我们叫她拍的时候，我要拍好了，因为天要暗了吗？她要去化妆，去穿洗澡。哇，那么丑的。你们现在多少 follower 了？400多啊 ，Can you remember how much？ 我们来问哦。因为 Bird 啊本身的 account 哦，我不懂你们懂不懂 ？Before 他们一起做，那本身 starting 已经过 one million 了是吧？八百多，是，本身就八百多。Oh, music 没有，我自己 TikTok 啊 ，like comedy 也是啦，like stupid things 啊 ，they do。Trends 为什么要 restart？ 怎么不要用回你 existing account？ 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三个 account 哦，它是 demographic 都不一样的，所以它的那个 account。When she started， 我就跟她讲，我们 focus Malaysia， 因为她是 Malaysian 嘛。Then 我的 account 那个时候我是 start in Taiwan， 所以我 demographic 那个是台湾的。Then 不然露露我们是 in Singapore 啦。Singapore Malaysia。我 suddenly 记得露露以前做什么 content 的。什么？他会放一只猫嘞。啊。然后在那边做那个猫的 action。Ring Transition， 他 transition， 他在做那个全部，全部，那涨粉很快嘞，那涨粉稀的快，那就那个看一下，我看一下，你看你的 follow 会不会下？他们 ban 你，放在4万嘞，你做错 content 了，对，你是要做猫啊、猪啊、狗啊，你做狗还是猪还是什么？真的，因为以前我的 FYP 一直看到。对，你要一直做，就是一直做，你 FYP 一直出来，你就会 OK。因为我们一直做很 regular， 我们 posting。你们是 template 对不对？可以 follow 这样。Kind of 咯 ，kind of。我以前 start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是每天 almost daily post， 然后对他也是 daily post。嗯。然后我们不然露露，我也是 try 的 daily post 吧，我们很难，因为这个很多东西要做。嗯。不然露露 content 比较 long form 嘛 ，to me is a bit more long form 嘛，一分钟半 ，so 哇，一分钟半算 long form。哎，是不是你们是做 content 认识的？我们是朋友聚会认识的，然后他就懂我是模特经纪人，他就 text 我，他跟我讲他有一个 job 要找模特，骗人的，他就叫我出去吃早餐，啊，超骗人的，超棒的，然后他就谈工作边谈恋爱这样，但是那个工作。但是那个工作是 rubbish 的呀，没有那个，真的有啦，真的有，哎，是这样，是真的，呀，但我现在要追他了，哎呦喂，他方面也是这样的吗？大概，哎嘛，我有给一年半的 gap 嘞，我有给一个月半的 gap， 哦，OK 了，可以了，没有幸福是要自己争取的，没错，是不是？三哥还是朋友吗？所以你当初的时候。你约他去 breakfast 的时候，你已经在 scheme 了是吗？还是你真的是 client？ 没有，真的是 client job， 真的啦，真的。你不觉得他很漂亮？哇塞！那你要 meet 他，为什么不可以 zoom call？ 他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讲他要搬来我家附近，你就跟他讲说，那时候搬去我家。你喜欢他吗？因为我们就是一起聚会玩的嘛，然后我跟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在路边聊天，然后突然间他就从那边走过来，哇，冲过来！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他就突然间过来，哎，你要不要一起回家？一起！哇，这么快！你很哇！那时候我们是喝酒啦，那时候，所以那时候一点多两点的，哇，真的嘞，你会了嘞？对，就是一点多两点，然后我跟我朋友在路边，然后我们第一次见哦，他突然间走过就要一起回家嘛，然后我就在想，这个男的有一点奇怪，对啊，没有，我真心还不报警 ，OK， 说你有上车啊？没有，我跟他说没有关系，你自己回就好。然后后面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哎，这个男的不错？应该是因为有一次我被跟踪，跟踪，我不能算跟踪吗？还是算是啊，是啊，是啊，单排的是吧？对，我要讲，跟踪我，那五十块你要不要给我嘞？我下巴是，然后我就有一个男的，他就突然间来叫我，我就吓到，我叫了过后，我就只是跟他嗨，然后我就赶快走掉，因为他好像是第二次了，还是他就一直跟在我的后面，跟到，因为我也不敢回家嘛，所以我就随便走去一个 mall 还是什么，然后我就赶快 text 他。啊，然后为什么你会 text 他？因为他家在附近。
哦，真的。可是那时候是 after breakfast 了啦。after breakfast 了啦。耶，他差不多五分钟他就过来，他就找。你当时在说什么？生日啦，五分钟。你他在跟上你了吗？跟上你了。不是，那你当时在做什么？吃饭来的，我跟我爸爸妈妈吃饭。那你马上跑掉就走。留了，然后穿着啊，再穿上证据。这样没他打给你的时候哦，on your way there 了，你有没有去想哦，这个是我机会啊，这个是我机会，你有没有讲真的？一定是你们机会。OK， 说明你打给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住靠近 ，That's it 啦。因为新加坡也是很多 police post 的，对对，我会报警哎。对，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在讲话了，来 constant communication。我们有聊天，然后所以你也喜欢他一点点一点点，好感好感啦，有好感。而且因为他是住最靠近的嘛，我这边没有家人，所以我一个人住在那边，所以我就会找一个人最靠近的来帮我读呀。哎，那个时候我们又在 dex， 所以就刚好啦。OK， 我的 analysis 啊，哦，他们两个很早就开始喜欢你，喜欢得了。一个不敢讲，那个不敢讲，这个不敢。那个不敢讲。那个时候有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一个 official 讲我们在一起。Oh. So we were like that for a few months. 哦，等于是后面，你来了，来了 OK。他有没有 pressure 你啊？还是你没有啦，没有。Okay. 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来大概阿嘎懂了 ，just that 我没有讲出来。Then I felt that maybe I should ask lah, make it official, you know. 所以 anniversary date 是几时？12月31。对，12月31啊，十二月三十一，康达，只有一天呢，只有一天呢。康达第一次带你回去Malaysia见他 family， 等你看到那个家这样子哦，他有问你嘛？他也讲我的家是挺大，有没有问你？有啦，他也给我看了狗，我想你的家可以养这样大的狗吗？那时候他是一只 Rottweiler 跟一只不懂什么，忘记什么狗了，很大只。然后他也给我看他以前的狗，全部都是那种很凶的那种啦。那我就问他，你说你家要养这样凶的狗？有可能是警察局耶，他家，警察的 canine 啦。然后他跟我讲，他的家有进过贼，进过两三次啊，您。哇。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哦，然后他就有给我看那照片，来，他们有上一些杂志啊，听那个家。然后他就给我看照片哦。去的时候我大概有 visuals 啦，所以也没有到啊这样。那 before that 你有 video call 过他妈妈还是什么？没有啦。所以第一次见面是你去他的家 as boyfriend 啦。Yeah. 所以那个时候啊，有一段时间他住我家附近吗？因为我每次半夜我要出门。OK。然后我每次跟我妈妈讲哦，我去出去找朋友做工，他男孩子的。然后我那时有一次 ，my mom 闪灯一边灯，他就跟我讲，哎，你是不是 gay 啊？你要小心，人家有家有老婆有孩子的。啊？是不是？为什么？阿妹家的头脑是谁？就是我的朋友咯，因为他想在想，为什么我半夜一直出门去找我朋友，去我朋友家住，因为我 stay over。那为什么你不可以讲你是去一个女生的家？我 family 比较 traditional 啦，你28岁耶，当时你爸妈，我是你妈妈，我 traditional， 我要你去找女朋友，可以吗？家住嘞，那你说，你是不是应该讲女生？因为我 boys school 出来的吗？哦，是我们会去男孩子的家来。没有，你去男孩子的家我了解。妈，为什么你要跟你的 mother 讲你28岁啊？我要去我的朋友的家，男的啊，就是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你说那个时候没思维，想说我先跟他讲。不要我问你出来以后，我想我要出去了。你想，哎，我是这样。我为什么你半夜要出门？那你半夜出门，你不要回来。所以你丢了一个名字，是一个男的，有家庭有孩子的啦。哎呦，你有跟他讲吗？我跟他讲，那个是我的朋友，那我现在叫什么啦？你可以以为是他的妈妈在杀朋友的时候。他很怕朋友，我呆不急。有我真的看到你就懂他是 gay。不，话不跟他乱讲的，真的。然后你跟你妈妈讲 ，OK， 我来新加坡做工哦。那哦，我有男朋友了。没有啊，他就是正常的问了哟。啊，有啦，他有问了，他有讲。那个时候他妈妈有讲，哦，做音乐的有点脾气的哈。哦，对。哇，他就讲做音乐可能是脾气不太好。艺术家，呀，艺术家有艺术家的脾气，一出啦。那我算是比较like half half啦，我不是那种很艺术家的那种，我比较 logical 的。哦，问题是啊，你们一起做 couple 的 content， 你不怕有一天你们 break up 吗？还好啦，没有想过，其实没有想过。你们没有盘算 break 了那个 channel 怎么办？不可以这样的， in a relationship 是 all in， 一定要 100% make it work。你们可以去想如果分手。以前呢，我在那个台湾的公司有一个网红 couple 啊，他们是有签 contract 的，他们讲他们分手，那个 channel 是谁的 ？Facebook 是谁的 ？YouTube 是谁的 ？Instagram 是谁的？他们分了。连那个时候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要这样签，他们讲这样子签了才有保障。他
们自己决定啊，自己私底下有签了，要签 contract 的。哇，他们讲这样子 ，at least 我懂，不用打官司，对不对？ Yeah. 不用拖这么久，对不对？ Yeah, 也不用不用一直被新闻爆这样。啊，对对对。啊对要了要了要了，我们自己是没有想过，我不懂他有没有想过，你要问他。没有，因为我是不太在乎这种东西的，所以如果就算真的分的话，我都卖全部给他，因为我原本一 start 的时候也是他叫我 start 的，所以我有没有这个东西，我其实是无所谓，就算我没有这个平台，我也不用。耶，女生很多伟大。你懂他家里，他都不需要钱，太稀罕了。他回家住就比我们那边好十倍了。没有这个，因为这个 content 就是做 for 我们，因为我们平常很无聊，所以我们要一个东西。不了解对吧？How the couple channel started？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真的是每一直在看 Netflix， 看 Netflix， 看到我们真的很闲，因为我们又不出门，新加坡 honestly 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走嘛。啊，有啊，那你而且很多东西做的吗？不是咩？我觉得我们 weekend 我要在家，没有在家的嘞。你去哪里？那个时候啦，但是你去哪里？你去哪里？我觉得 OK， 我跟你讲，这是 sponsor， 你看 Clue 有很多 day package 的哦。那个 day package 哦，有 include 去走走这些的，然后有 meals， 然后你 just randomly book 哦，然后 randomly kayak out to the mangrove， then after that somebody barbecue 这样。这个不是双杀，不是双杀。真的吗？我觉得是一个 hack， 因为很多 Singaporeans 觉得新加坡没有东西做， but that's not true。很多东西做的，然后你 just but not everything 你喜欢， and that's the beauty 嘛，你要 discover 新的，你觉得你不喜欢做的事情， so maybe 你 just 要 barbecue， 可是你不懂你喜不喜欢 kayak， 所以 just book the kayak barbecue。我们最不喜欢的太阳。啊！我有跟我老婆去那种 like cooking class 啊，那懂的。要了，要要要。So cook， 如果你们要需要 promote anything， 你可以跟我们讲。不是啊，我要问的是哦，其实你们现在每天拍是吗？我们是每天拍。我上班我没有 free 啦，因为我自己的 production house 嘛。他是有上班的，把他的公司好是他们可以十点半。其实是十点啊，然后员工都比老板迟到，所以我们十点半。Yeah， 所以他早上来八点半就会来我 office 先咯。我们拍一部，八点五十他就走了。所以你每天那边 idea， every day I think 啦 of a script， 那种东西一个段子这样，尽量啦，不会吵架。来，如果你一起，他脾气很好，我脾气比较来暴躁，所以他有办法的控制我。做的 OK 吗？啊，没有。所以讲说，因为你们做的是比较 sweet 的东西，有拍到真实的一面吗？因为你讲你脾气比较差。有，我们有些 video 是我们真的吵架的。我发脾气之后，他怎样安抚我啦 ？And it really happens。有些 idea 当然是看到别人给我们 reference， 那有些 idea 也是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对，我们就是 reenact。But of course， 我们不是那种真的是来。Like just 拍这样啦。我们通常就是，如果他脸黑， yeah, yeah. 然后可能我们解决了过后，然后我们就会讲，哎，其实刚才那段我们可以拍哦。这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啊？我想一下。好事啊。而且 it's good because 我们会 communicate how to work out this thing， so I think that's also the reason 我们没有吵过架。他这段时间没有吵过架，真的不爱，真不爱对方。三年了。Like 我们都没有，就是我生气的时候我也不讲话的那种。Actually also true， 因为我跟我这个。我跟我现在的女朋友 ，OK， 这三年也是没有吵过的。她的脾气很好，然后她会让我 ，OK， 我也是跟她一样，我脾气不好，我会脸臭臭还是之类的东西的。But when you meet the right one， 真的不会吵架了咯。不可能不会吵架，不是，她通常是很像脸臭，但是我们都知道她在不爽什么东西，比较消气一点，我们就会讲出来。她不会 trigger 我啦，就是我已经 hit 到一个 point， 她 hit 了，那我就不会去，我不会再去跟她讲话，我就会自己做我自己的东西，然后到她自己冷静下来，她就可能自己来跟你讲，走去吃咯。啊，不会，不会，这样就是你们的 relationship 是她先。讲 sorry 啦，如果是他的错的话，他自己会来道歉。我还是会讲 sorry 啦，就是不会 escalate。对，就是我们通常是可能那个脾气会突然间来，但是我们会懂我们做错，然后我们可能过了几分钟，我们会自己道歉，我们不会就是收着，就是自己走了过后，然后发现到，然后发现自己做错了，然后就跟他讲对不起，刚才我的脾气不太好。我跟你讲啊，很多 relationship 啊 that I been in。OK， 女孩子啊，通常不会讲 sorry 先。除了我这个女朋友啦，还有 Apparently 她也是啦，少了。你们那会吗？对，她会讲 sorry 先。她会讲 sorry 先，以她的错啦。她会先讲啊，讲这个。哇哦，
我会超过。所以近几年，我老婆如果她做错，她会讲。因为你以前呢？以前不会。以前不会。这样，小林呢？我会吵到我对。管理老师了 ，OK 了。管理老师，你就是你从来没有错过了。我没有错过。我相信你。我因为我现在配那也是 create 一个 travel channel right， 然后我们的 first few episode 因为是 weekend filming， 因为配也是要做工嘛，对，星期六下午要 film 东西啊 right， 然后星期六早上 right 就有点不爽，有点 argument 了嘞 ，over 不 related 的东西，但是我想哇，我 film 不下去嘞，这几个 episode， 是要 talk about 我们怎么 meet 啦、啊、这些对吗？所以这种比较 sweet 的 right， 反正我有点不爽他，哇，我真的 film 不下去嘞，我想，喂 ，let me cool down 吧，因为我已经开始被请了，对吗？所以我们 film 的时候哦，连他，我刚刚跟他讲，连他没有做 right， 然后我就哇 ，we are I just not really see， 因为我不可以让我自己生气也是嘛，因为我生气我们就根本不用 film 了嘛。会我跟你讲那个 first two show episode， 我 film 到我回去个 meeting 啊，我叫我的 content strategy 全部做下来讲 ，I think 不可以，这个 affect 我的 marriage 啊。然后他们讲 OK never mind， 因为我觉得 in 我的 marriage。Pat 跟我哈，我们都 have our own thoughts 的，所以不可以，因为我知道我要 manage 我的 emotion， 所以我 just OK。他也懂，他不应该这样，他会压，他有时候会控制不了，然后他就可能脸很黑。可是那我也不会当下跟他讲，我可能就是等到隔天又要拍的时候，我就讲你不要骂我，我说我真的、我的眼不好，我就用这种方式跟他讲，然后他就会自己可能也就是排水，然后他就不敢发脾气。他的 EQ 好，他的 EQ 很高。By the respect， 他是在靠 carry 这个 relationship 哎，对，你不要 let her go 啊，讲到 you just existing 还是什么？No， 我真的很 respect 他，是因为他的英文真的是不好的。我很 respect 他，你 respect 他，你讲他的缺点。我一躲，还有我小丽。不是，没有，我们的 content 是英文的。啊，对对。所以他拍的时候，他真的是很辛苦的。Like 我的 understanding of 英文不好，跟他的 understanding of 英文不好是差很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拍一个东西，我已经跟他讲脚本，讲了讲很多次，讲多讲多次哦，他会讲不出来。所以我会一样了，我会来 stand up 啦。我起初我会有一点来，哇，天哪，我不要拍了。我现在已经开始会 ，OK， 我懂，我懂，他有这个问题 ，so I will think of ways to work with him 他的脸色。有些字他真的讲不出来，不是他不要讲。我以前我不懂。哎，三十个 syllables 了。啊，那怎么？这个我可以 relate， 因为以前我有二十个 talent 哦，全部都是这样的。那边我会想啊，哦，你只可以做的，没有，我全部都是这样的。不是，我这样，还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limit。所以我的整个 script 哦，我会写 within 他们的 limit， so that's the challenge。对对。我不可以 free write 吗？我不可以 free write， 再放一个 Chris Hemsworth 在那边，不可能的事吗？没有，我要问，因为哦，最近啊，他们在他们的 TikTok 哦，他们有上载。你们买屋子了对吗？好呀呀！恭喜恭喜恭喜！哇，这是 tough process man。为什么？为什么？讲一下。我们要买很久了，apply很多那时候 BTU SBS， 我们什么都 try 了，拿不到，真的拿不到。所以 in the end we just decide go for resale。那我们那时候 resale， 我们又不想要找 agent， 我们自己去看先。我们看了26间来听。哇！我们一直看。around 我的家那边啊，就每个周末都去看。我们一天可能安排5个，我们去看。哇！我说 diary， 那对，我们就遇到一个 agent， 那个 agent 就问，他看到我们啊，他就想说，看我们很辛苦，想要帮我们，要帮我们找哦。连 within 来定两三四个，我们找到屋子。那我要问哦，你觉得现在屋子贵吗？我觉得是贵的 ，but I think it's affordable still 啦。你 stay with 你的 parents 啦。现在我 stay with parents 啦。明白。他现在是 rent， 他 rent 一间房间。那为什么你没有跟他一起 rent 多一个房间？啊，你现在租屋子很贵。BTO 拿不到是因为拍不到还是什么？你们都是去拿那些比较 hot 的地方。我们没有啦，没有，我们拿的都是那种。真的是很衰的。还有因为有那个 COVID 的 backlog。我要讲的是哦，我的年龄层啊，我现在31嘛，我很多朋友没有拿 BTO 的原因是因为哦，那个政府的 rebate 很高 for BTO。他刚给那个 DK 的，他几乎不用 down anything。BTO 不是最多 grant 最多 ，BTO 是最 subsidize 啊，最 subsidize 多啊。Yeah， but 没有现在 resale 的 grant 很高。Yeah， 我们拿90,000 including 那个 grant， including 多很多，真的很多，70+20。我们如果两个新加坡人是80+20，我们是他是 BR 吗？而且我们还没有 completion， 他就已经进钱去他的 CPF。哇，真好。没有说 directly right， 我的朋友像他们拿这个 CBA 那个 grant right， 他们拿来刀，他就不用放头期。对对对，所以我 pack 跟我以前 BTO 的时候我们本来not ready to BTO 的嘞，因为我还在当兵，还是在大学。说 pack 讲
要不要 try 啊？我们看那个 feel 有什么，因为那个有 form， 那个 form 要一直 next 很多东西的嘛。然后就 OK 咯，我们就看那个 form 啦。然后最后不要看 next 啊，所以我们知道要 B 对也是 next one 2 years 所以 BDO 了嘛。But at least 有一份工作先嘛，对吗？嗯、所以我们这边 test 是 next， 然后就能到那个 final page 嘛。连读三面试好像11块 plus GST 啊。然后他讲，嗯， we just try 啊， not so lucky 啊。我讲。啊，你讲 OK， 我 try 咯，因为没有那么狠的嘛，对不对？没结果，爆出来嘅，我毕业我没有做，我还没有毕业咧。你可以 give up 的哇，多少天而已。神经病，没有你 give up 了，但你的 balloting chance 就有问题啊。那我就怕了嘛，对吗？我在选，我要去 local U 的本来，可是 local U 四年，你进不了就进不了。没有，我有去。哦。啊 ，I mean 有进到那个 interview stage 了，但我 prepare for the interview 的时候，我就看那个考，因为我觉得有 exemption 的。没有考就讲说，如果你 ballot 都只拿，不要给你这个。不是，没有 exemption， 我以为都有 exemption 的，因为我的姐姐不是 local U， 但他们都有 exemption，嗯、我就以为 OK 啦，全部人都有 exemption 的嘛 ，maybe local 的 没有 exemption 那么多，对吧？所以我就去 try， 然后看哦 ，local U no exemption anyway 的，一定要四年，说四年后我就会 collect key 了嘞。比如说 collect key 的时候，我还是毕业了，那就不可能了吗？就去 ，that's why 我去 private U 一年半，能。That's why 我 got 那个 BDO， but 那个 grant 弄到我一分钱都没有花到，因为那个他们给我50千。哦，因为你没有 income。哦。啊，因为我那时候我的 wife single income 嘛。对对。然后他也是 first job， 然后我的 CPF 是零的嘞。I mean， 哎呀，是零的，所以他们给25千，还到背还有剩，然后 whole house 是 free 的嘞。所以你们买了屋子，等明星要结婚了。我的 agent 讲可以 extend 啊，可以啊，没有，那个没有回答问题嘞，逃避他个问题。那啦 ，I mean within 那些啦，来，我帮你，你梦幻的 proposal 是什么样子的？我也想懂。哎，来，刚刚讲，没有办法，来，你不要看他。我想要一个人都没有。OK， 所以你自己一个了，他就 text 你。他默默的问我就好了，默默的问你。而这一定是 Miss 小先生，因为很多我们的 video 很多东西是放大的嘛，所以很多我们的那个 audience 他们会讲，哇， you spoil market， I can't wait for you to propose， 看我的 proposal 会讲，是怎样的？ Sad to say， I think the proposal will be opposite， private， private， much lower expectation。哦，那你要看那个女的，来我的 right， 她 prefer 一个 private 的，她不是她排斥，她不喜欢多人。嗯，他觉得这个是两个人的事情。呀、yeah, ，我也是这样觉得。那天我在巴黎的 random 一个 beach， 那很多 stranger， 那我跪下来。哇塞！哇，你跪下来了，哇，可不可以 imagine？ 所以你要怎样求婚？我怎么？还有你要几时求婚呢？哎呀呀，我很怕脸色嘞，我把麦克风拿下来，不然那个要等到对的 timing 了哈。对，还不懂。你们打算要生 baby 吗？也是我们拿这个 receipt 是。不然我们可以 just 等的嘛，屋子。对，我们想先等的早一点拿到屋子，对，我们可以 plan for the family 啦。生 baby 啦。不是你们不要看你小的啊，你们的 ideal number of baby 不要想啊，不要讲，一二三讲出来啊。啊，一二三。一。哎，应该是有讲过。有 discuss 过了。有 discuss 过了。男的女的，这个可以 try， 一是男，二是女啊。啊，可以。Three, two, one, go。哦 ，OK 啦。女生啊。为什么？我觉得你是 Q 哎，我觉得你女儿 Q 哎。马丹，我要问啊，因为露露是马来西亚人，你们要怎样 balance 回去看他的父母，还有你在新加坡的生活，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因为西北累的嘞。因为我这十年都是这样，所以我 OK， 可能就是两个月回家一次，平均。欸、通常我都会跟他一起回，因为我觉得to me啊，我的价值观是 parents are like my top few priorities 啊 ，top two one two， 他的父母。我觉得 even 到现在啊，我都会尽量去配合，就是他回去我就会回去。哇 ，try my best， even 我 weekend 的东西我都会 clear 掉跟他回去。我觉得结婚不是对我来说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家的事情。对，那我觉得他以后那个家可能是你的嘞。没有了，他是独生女啊，他有弟弟，好的弟弟，没有讲有差，我讲有差。所以他也是很努力的，会跟我的 parents。network 这样啦 ，network 商业嘛，他会拿 business card 啊。而且我们有留一个，就是新家会留一点房间，就是给父母的。对，所以就是还好。你有没有问过他要不要 move to Malaysia？ 没有，我 prefer 新加坡。可能我在那边生活了十年。对 ，Malaysia 的话要出门那些很不方便，因为你只可以开车。家太大太远。巴都巴它是一个港邦来的。我懂。亚索他那边的他们啊，小时候啊，他跟我讲啊，他们的娱乐啊，是他们的 like classmate 啊，去他们的家的嘞。我们以前小时候去看电影，
去 arcade, I don't know, do whatever you want. 因为电影新人跟 arcade 在他家，他们都去他的家了。So every weekend, even 我回去的时候，他弟弟的朋友哇会 just sit at the 那个 balcony。然后有时候他爸爸妈妈也是会叫很多朋友来，他们家就是一个他家的 event space 那边，那个 function room 那边啦、啊，比赛那个小姑子是吧？Yeah, so 他们的娱乐方式跟我们的娱乐方式是不一样的。没有，我问是因为我的周围的 friends Malaysia 出来的啦，有些就真的很喜欢新加坡，有些就讲说，新加坡的步伐太快，他宁愿就是多几年，他存到一点钱，他回去自己做小生意。我们有想过要做一间店，之前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没有生意的时候，我们自己有自己的 account 啊，我们想要做衣服的，我们还有 register domain， 我们还进货，从淘宝进货要卖了，然后发现到他没有办法 like function as a own 啊 operations 啦，所以我们就没有做那个东西。对，然后因为他对 fashion 也不熟，所以对啊，他要做 fashion 的东西。没了，没了。as a 过来人，我要问你们了，你想过来人啊？哎，你们两个啊，有没有 at a point 啦 like almost 分手 because of what you all do together or？This career path that you mentioned， 我是 not very related 啦，是他唱歌的时候。谁你要离他？他唱歌你要跟他分手啊？因为我是做音乐的嘛。啊。哇，这个是嘛？一则职业病啊。很辛苦的。我开车的时候还是我什么，他一直唱一直，哇，我真的是有时候 like。为什么？哎 ，Are you serious or not？ 哎，消防局都没有这样讲哎。消防局系统也听过他唱歌，怎么？他原本就是想说我们 couple 也可以 couple 一起唱歌，他讲还要 try， 我就已经有跟他讲过，我真的不可以唱歌。Bro， 好了可以做到一个 extend 的。走，唱一段来。OK， 你现在你可以唱吗？如果是蹲在还是什么？ Everything bro， 你唱你最，你唱你最拿手，你最 confident 的歌。我们不会笑你的，真的。我们等一下，最多耍你的一把，我没打。勇敢，当我在车上，我就唱。But still, I want it more, more, more. 我要走了，还要再唱一次。I give up again, try to kill me. 我给他 cue 吗 ？cue 啊！哎，讲真的很 cue， 讲真的很 cue 吗？很 cue。你看你长得这个样子了。如果闪灵就要唱好来了，真的。他也没有吧？他也没有完全蹲的。没有那个时候啊。就我唱一个很难唱的歌。不难，它是什么歌？下一个天亮，怎样唱？我很难，不是副歌哎，它是 verse 哎，很低的嘞。我一唱都是有简单的，我一唱都唱到哎，他还唱不上去嘞。哇，那个是，哎really那个火，不是我弄，我还在 good good good， 听我录。哈哈哈哈哈！我很少骂粗话的嘞。然后他一直叫我用我普通讲话的声音唱，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已经用普通的。哇，你真的因为这个真的讲？呀，因为我录很久，我录三个小时录一句而已。三个小时录一句啊？有简单，我还要跟他讲一二三，我已经喊到我没有声音了，先。他不是要看从哪里看到，就是有一个 couple 就是很浪漫的，他们一起唱歌，然后他想要做那种。Slow move, bro。那时候你知道他已经生气了吗？我知道，但是你在你在玩，没有玩，我真的很认真的在唱。你这样子，我记得我上网 search 的时候，他们讲要用里面唱，然后我就哦耶，我记得他是讲要不要，因为我看他去 Google， 他努力耶，没有，我就不知道好像要吸气还是什么，然后吸到我好像我刚这样，我隔天我这边全部都很痛。啊，那个是他嘛，那个是他嘛，那你呢？你有没有anybody觉得你要跟他分手的？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去吃海底捞。他不要点番茄汤哎，他不是有四格锅？你懂，他有两个锅、四个锅，还有一个锅哎。他只是要点两个，可是我他要点more的，我不懂为什么。我们是跟他讲我要点more，他会不爽的。我明白，因为那个包太小了，因为只有我们两个吃啊，然后就吃不了那么多。然后如果我要点番茄汤，他就讲他不要吃番茄汤，那就只有我一个人吃。然后还要点他的那个猪肚汤。所以你们两个差一点要放手，一个不会唱歌，一个叫猪肚汤。什么东西？我真的明白为什么你们不要出去，我待在家里，出去就吵架了。一开始的时候，他跟我讲他十点睡觉，早上五点起来。哇！然后我就在想，那以后我的 life 我每天都要五点起来，然后十点睡觉。他的 trigger 是 I think 我每次我们出国的时候啦，我真的是五六点起来啊，连我起来我就会
叫他起来，叫他起来，你给他吃。这样他不可以去 night market 啊？有了，我们会去 night market， night market 也是八点就做到十点 ，maybe 这样我就回来哦。就你很少熬夜是吧？以前现在我不会了，因为 我生病那时候。他只有去我家的时候。啊，去他家的时候会熬夜，因为他爸爸妈妈一直跟我喝酒。两三点睡觉。十点多睡觉啊？呀、yeah, ，我也是没有十点多睡觉、欸。十一点。他今天早上十点刚刚睡觉耶。我十一点开工了。很少熬夜。老板，你的眼镜 recover 到很好了，真的。他瘦了吗？没有，我瘦掉。对，我瘦七斤多了 ，bro。哇、wow, wow, ，恭喜恭喜！说一个为了猪肚汤，一个为了唱歌，你跟他们讲你怎么离婚的？可以跟我们观众分享的，来将维持一个感情。Communication is key。Yeah， 我觉得是要给台阶下。哦、oh, yes. ，对，这个是 high level 的，这个这个对，对，因为你没有给台阶下很 nobody will give in 啊。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很重要。哇，这这个对，反正很乖，你的也不错，两个都两个都错，这个比较 high level。OK 啊，哎，今天聊得很开心，我们再次来谢谢 Bert 跟露露。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跟内容，记得打开小铃铛，还有 subscribe， 拜拜。